SP30 汇集了碳氧大气泡、小气泡、4D 环氧射频、水维氧喷雾、冰热累积、双超音波等六大功能，是一台专业的、深受大家喜爱的皮肤管理专家。白色这一盒是去角质和紧缩皮肤产品，内有六片白色碳酸片和六包碳氧啫喱。绿色这一盒是提亮和补水产品，内有六片绿色碳酸片和六包碳氧啫喱。现在打开电源开关，打开仪器，输入密码60。现在操作碳氧大气泡。由于碳酸片开封后与空气中的氧气产生氧化反应，会逐步的减弱效果。使用开封前，需要把碳酸片粘透明包装底部，置于仪器右上方的激活器，激活后才能使用，并于4小时后失效。现在开始操作。首先呢，设定强度，默认是红光。那红光呢，它有着一个促进血液循环、激活皮肤细胞的作用。然后我们把碳酸片的包装打开。连接到这个手柄上，现在我用的是白色包装的碳氧啫喱。我们把碳氧啫喱均匀的涂抹在皮肤上，慢慢的让皮肤吸收一下。启动，点击它的一个启动键，再按一下手柄上的这个启动开关。好，现在仪器已经开始工作了。当碳酸片与碳氧啫喱混合后，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泡泡。二氧化碳泡泡被仪器特定的振动波击破裂，产生碳氧水。碳氧水迅速渗进皮肤基底层。当皮肤接受到大量的碳氧水后，细胞会更加活跃，从而加速自身修复和促进胶原蛋白合成。细胞补氧、除皱、改善松弛、补水、美白，就完成了。我们做的时候呢，手柄要紧贴皮肤，轻轻的打圈圈，或者是稍微停顿一下，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看到
泡沫慢慢就变成是很多很多的太阳水。它会被我们皮肤慢慢的吸收。白色的碳酸片和太阳啫喱，它有着一个去角质和紧致皮肤的一个作用。啊，现在我们的皮肤上面已经开始有很多的那个太阳水了，泡泡慢慢的有所改变了，在手柄的一个震动的作用下，慢慢变成是太阳水。使用完碳酸片之后，我们现在换一个工作头，给我们的皮肤进行一个安抚和按摩的一个作用，把它紧贴在皮肤上，慢慢慢慢的移动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脸上，我们的皮肤还保留着很多的太阳水。我们慢慢的按摩，让我们的皮肤也慢慢的更好的吸收太阳水的一个营养成分。这个过程会很舒服。太阳大气泡护理完了，现在我们进行是4D 环氧射频的护理。这个功能作用，它更好的会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紧致和对产品的吸收。我们先在皮肤上均匀的涂抹银胶，现在我们去选择一个是光子的模式， P1 是一个连续光，然后我们选择电流的输出强度。按启动键。打开手柄上的启动开关。4D 环绕射频采用100万次的振动频率，通过发出无线电波进入皮下组织，是皮下组织的自然电阻运动产生热能。它是利用真皮层胶原纤维在55至40摄氏度时会立即产生收缩的原理，具有提升皮肤和促进胶原再生的两种作用。胶原质产生立即性收缩的同时，还会刺激这皮层分泌更多的新的胶原纤维再生，从而再次托起皮肤的支架，使皮肤真皮层的厚度和密度增加，填平皱纹，改善松弛。我们操作的时候，手柄要紧贴皮肤，强度的调制要在客人他所承受的范围，慢慢的移动，让我们的皮肤慢慢的会累积到一定的温度的时候，它的效果就会体现出来。
现在我们开始 4D 环绕工作，先点击 4D 环绕进入界面。现在呢，我们将产品倒入杯中。这个我是用的是简单最普通的凝胶，然后涂抹于面部。现在我们开始工作 4D 环绕。首先有一个光的模式， P1 是一个恒定光， P2 到 P4 是一个脉冲，强度是根据客户的真实反馈来去调节，从低到高。点击手柄按钮启动，紧贴皮肤打圈或提拉，缓慢移动。不可停留于某一个部位，不做移动，避免灼伤。工作探头与皮肤的真皮层产生热能，皮肤深层的热能达到65度到70摄氏度，真皮层的胶原纤维就会断裂，产生更多的胶原蛋白，使皮肤更紧致细腻。在操作的某一部位重复去打圈移动，直到热能达到一定的热度之后，移动其他护理部位。一般这个操作20到30分钟即可。现在开始水微氧喷雾，首先点击进入界面。水微氧喷雾工作头旁边有个小瓶子，里面放置自己的产品。工作的时候，从额头由上到下至颈部，避免喷射的时候进入眼睛和鼻孔。水微氧喷雾将产品变成小因子的形式喷出，让我们的皮肤更好的吸收产品。一般操作15到20分钟。现在我们开始冰热买机，首先点击进入界面。有一个热疗和冷疗。首先我们开始热疗，开始在脸部涂抹产品，点击启动。操作的时候，从下到上缓慢移动，热疗是打开毛孔深度清洁，增强护肤品的吸收及渗透效果，一般操作10分钟。现在我们开始冰热买机中的冷疗，点击进入冷疗模式，开始按键。
同样从下到上缓慢打圈移动，不可停留某一部位不做移动。冷疗促使毛孔吸收，锁住产品的水分及渗透效果。有效的嫩肤美肌，一般操作10分钟。现在我们开始超音波。超音波有两个工作头，一个是眼部的，一个是面部的。现在我们点击进入界面。现在着重讲面部物理。P0是一个连续波， P1 到 P5 是一个脉冲波。下面的强度是根据物理的时候客户的反馈去调节。接下来我们将产品放入杯中，我现在用的是普通的凝胶。均匀涂抹于面部。现在我们开始工作，点击启动。操作时紧挨皮肤，从下到上缓慢移动打圈。超声波增加细胞的活性、通透性，紧实肌肤，改善肌肤问题，燃烧脂肪，协助产品导入。大概操作15到20分钟。